请坐。啊，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出来是真的要研究这个问题，很严重一个问题啊。先从孔子研究《易经》两篇论文关于巽卦啊，这个里头有很多的东西，社会问题、政治问题、经济问题、教育问题，一切等等。古文很简单，中国人先怎么认识中国字？现在我说从白话教育入手，尤其是从白话简体字入手，不要谈中国文化，我们很多财富都在古书上，大家不读，尤其现在历史都不教了，不懂中国历史了，只晓得一点现代史啊。像我们十几岁起全套的历史，我给常常给孙教授讲，我十几岁到十三岁已经看了三套了，不大看了全点，每句重要的啊都要记下来，要背下来，不是为了考试，自己喜欢就说这个重要，这个重要就想记它了，现在为了考试去记，你千万不要记，那是很痛苦的事，因为我自己不想要吃东西啊，我要吃再吃嘛，你每常叫我吃的东西那还是人的，读书也是一样。所以我说从这个地方《易经》开始起，然后你看到提到两个中文的字了都要认得啊。为什么中国文字古文写成这样大家没有念咒，这个问题我们在前两次别的演讲当中已经提到过，现在提的就是大同思想，大同思想跟经济学有关的啊，天下为公是吧，天下的为公，这个公字中国字你看看怎么写法啊，上面个把，下面这个字什么字啊，下面字你们诸位大概没有说过中国字的，不知道这个下面是什么字，什么字啊，你们一定念成妖对不对，不对，诗人的诗跟公俩相对，上面这个字啊是古代诗字的敬写，后面我们这个后来加上一个活道字，旁边这个道字活就是道字，有了稻田了，自己占有，诗人占有叫做诗，这公是个诗，哎，中国的公字为什么这样写，一块西瓜一样切成两半拔着啊，两边分开，一点都不保留，敞开的，没有诗的，把诗盖了，五诗叫天下为公，不是公字怎么这样写，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学中国字叫六岁入小学，小学干什么，认得中国字，他一个字包括什么意思，这叫天下为公，五诗，五诗叫做公，把诗盖住啊。那么大同思想关于经济怎么讲呢，只讲一个原则啊，大同思想，大同思想属于什么呢，《礼记》里头有一篇书叫《礼运》，《礼运》里头的有开头一段，就是我们讲的儒家的大同思想，我们中国人的传统。《礼运》是什么意思呢？文化的这个流程、流转、演变，所以叫运，运就是运动。《礼记》里的礼运。大
通篇就是一段。孔子有一天站在走廊上，非常难过的在叹气。他有个学生叫碾爷，这个碾爷要研究起来是吴国人，应该是江苏人，当时属于吴国。学生站在旁边，碾爷老师啊，你今天好像那么凄凉啊，那么悲伤，很难过的样子，为什么？孔子就讲出来，哎呀，等于我们现在感叹教育文化怎么办，不得了啊，就讲出李阳的道理。他说我们中国上古是大同时代，这个时代已经赶不上了啊，现在是我们读历史有几句话啊，这个衰亡五代之罪人哎。历史我们中国人读书啊，小的时候都晓得讲啊，自己看了喜欢。衰亡就是尧舜禹，孔子儒家很推崇的，他这已经不对了，已经天皇帝王人皇皇帝子孙的罪人。五霸啊，齐桓公啊，晋文公啊，啊这个元王勾践啊，这些属于春秋这个五霸，三王之罪人也。啊，中国文化一步一步越来越退化，人文文。那么后来的帝王呢？这个五霸也是三王之罪人。那后来陈汉啊，唐宋元明清，那就是五霸之罪人了。等于这个话，等于我们讲什么？等于我们这个。当年看到清朝那个能士才子郑板桥说的，和尚是释迦牟尼的罪人，秀才中国的读书分子孔子的罪人，道士啊是太上老君啊庄子啊老子的罪人，都不对了，是吧？所以讲中国文化的演变啊。那么大同篇的对于经济思想呢，天下为公呢啊，刚才孙教授给我出个题目，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管理说啊，好，两句话答复你。大同篇里的哟，或物极持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啊，利物极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，这都要背来，我们都古书要背啊。对了，就是这两句话，大家下面看得清楚吗？字够大吗？或天地间的物品，石油也好，一颗稻子也好，羊番茄也好啊，这个水果也好，物极其地，不要浪费，天地万物生长给我们。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受的教育啊，一个东西，一颗米掉在地下，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受这个教育的。再掉在地下，我们祖母在上面，眼睛就看到你捡起来吃了，地下拿去了，我们那个地还是泥地，要吃了啊。东西上天赐给你一颗米不吃，暴殄天物，有日罪过的。天地生万物给你，是给你吃给你用，你过分糟蹋了就有罪了，这叫暴殄天物四个字啊。啊，他说货品呢，万物的东西，物极其地也，不要浪费了，而不必藏于己哦，不是个人占有，大家共有，这是经济思想了，最初的几千年前。利物极不出于己，至于大家做的事情啊，就怕自己没有对社会没有贡献，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中国的人类社会。但利物极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，不是为了个人目的来做，就是大同思想里头的基本。那么从此以后，
啊，这是孔子当时春秋战国以后，我们这个话不要太多了，不要强了，这是代表了我们后代讲，代表了儒家，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的，由这里发挥出来再谈。第二呢，我们不讲孔孟，老庄，老子，老子的文化告诉我们，老庄的文化很严重哦。啊，我们中国人天天谈孔子，即使我们整个的中国人受影响的文化，我说不是儒家，大家忘记了，中国老百姓一直到我们现在存在的这受的贾家的思想，老子、庄子、孔子是儒家一起来的啊，贾家，诸子百家那个叫贾家，他是中国的。那么贾家我们暂时不管啊，先谈老子的思想。道家，道家告诉我们老子有三宝啊，我们后来佛教来，佛教叫皈依三宝，叫佛、法、僧，叫三宝佛教。他这个观念套用哪里来？佛教这个观念套用老子来的。老子有三宝，三个宝贝得要的，那三样越迟越俭，越不敢为天下先，这是老子思想的三宝，也是政治思想、经济思想的三宝。老子提出来孔孟讲仁义，老子讲慈爱，就是佛说讲的大慈大悲啊，慈最难，爱一切人，爱一切物啊。俭，现在我们这个问题，今天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民族、我们的社会处在浪费。现在最大的严重的问题不能解决，是过分的浪费了，不能俭。政治也好，经济也好，俭，这个俭不是省俭，怎么省俭，并不是说不用，这是个大学问。第三呢，不敢为天下先啊。说解怎么做法啊？说我们现在了解一个东西，我是经常有个感想，譬如我们现在讲发展，经济的发展，如果根据中国文化的发展，经济社会发展为全民而发展啊，人类为什么要具备了财富？财富为什么用？财富怎么发生的？这一切东西啊，唯一的办法，我告诉你要研究这个问题啊，读完全体的历史。这就是我们当年的教育，要正视胡亲。四书五经、诸子百家的学问都完了，其实要抓住历史对照，要真实合参合弄来参考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外国的翻译经济学的书，外国翻译经济学的书都是十七八世纪以后的，工业大革命以后的这些国家的思想，而且每一个思想、每一个国家的思想，你注意这个经济学家哪里人，他的立场就站在他的本国在那里看外面，每一个都有他的立场啊，而且看到那个时代的人，他的思想限于那个范围，等于现在美国最新提出来新自由主义这个经济思想，我看了这个侵略的经济是有作孽。我经常讲的，你不要看儒拉四梦，我们儒拉四梦以后，我是新的八国联军，那是经济侵略啊。
无形中大家都在上当，而且很高兴啊！美国来收购了，美国来参股了，美国来合并了啊！那个国家哈，那是好事吗？大家没有想过，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文化，自己也不知道立场。现代社会啊，全世界缺乏一个全人类的经济思想怎么安排？我说你们这个那个国家那个国家的经济思想家，这些巨头都是强盗思想。为什么站在自己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立场，拿这个放射出来要别？譬如市场，什么叫市场？真正的市场是我有成品，销给没有成品的地方。那没有成品的地方就是落后地区，落后地区这是经济市场，商业的市场。好听点讲救济，不好听点就是侵略啊！市场经济就在这个市场怎么发展啊？消费，消费生产呢？消费就是是劳动力永远守的制高。那么我讲这些乱七八糟的一条一条的观念，就说到道家的经济思想，这个就持戒，不敢为天下先。所以我刚才提出有个办法啊，因为孙教授啊、校长跟我出这个题目，我就想到怎么办，告诉你们同学们研究一个路线啊。我说我当年大家退到台湾以后啊，抗战开始啊，我也在教书啊，而且教的军方很多，尤其我是教这个啊中央军校高教班的将官们。那个时候提倡啊我们国家绝不能做亡国奴啊，每个要不成功继承人，打不过就是拿命来打。啊，提倡稳天祥，啊，提倡有非。哎，后来差不多到抗战后期，在大家开会，哎，我说我们有个问题不对，我们不能够永远就失败主义，非给日本人打垮了就亡国奴的思想，啊，就亡国奴就要求忠诚啊。老子说的话没有错，六亲不和有孝慈，国家混乱有忠诚啊，六亲家庭不和只有孝子嘛。所以我们中国二十四孝，每个都有问题的家庭，有问题的家庭就要出孝子，这个家庭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孝子，各个国都是孝子啊。说老子话，六亲不和，啊，有孝子吗？国家混乱有忠臣，国家要亡了才出忠臣。文天祥是宋朝亡国了嘛？不但文天祥、陆秀夫还背到宋朝最后一个皇帝在广东跳海的，这是忠臣。我说我们为什么在抗战的阶段跟日本作战，一定提倡每个人做文天祥做有非啊？我们要回头来研究研究汉朝、唐朝、宋朝、明朝开国的时候怎么样使国家强盛起来？为什么不反过来研究？哎，我一讲了说对呀、啊，要反过来研究，我现在还是做着。今天我们要看看，譬如说我们都晓得中国的有名的文景之治，文景之治啊，汉文帝、汉景帝，你们最近都看过电影汉代的戏啊。那么汉文帝为什么给景帝了，在汉朝开始有这个情绪，都晓得汉文帝走的是道家老子的政治思想。为什么汉文帝呢？所以我有个资料发给大家的，旁边应该有了吧。这个
汉朝统一天下，推翻秦始皇以后，下面资料我跟西里有个比较，所以哦，我还吩咐诸位，今天研究中国的历史，同时看西方的历史。啊，当我们秦始皇的时候，还没有罗马，罗马跟汉朝一样的，在这个阶段起来呀、啊，啊，所以秦始皇以后，这个时候，我上面把西历大概跟你们都提了一下啊。汉朝统一了以后，中间有经过变乱，汉高祖的太太当政，啊，内乱，这个一二十年，最后再找出了汉文帝做皇帝。这个时候，在公元以前，我有一个东西我非常心里不痛快的啊，不喜欢用公元。我们现在用两千，哎。我们中国文化是皇帝纪元4730几年了，啊，哎，2200是耶稣生的那一年，以耶稣开始，我们不是耶稣的祖孙啊，并不反对耶稣，但是为什么用人家的纪年？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纪元嘛，啊，所以现在搞得一塌糊涂了，啊。汉文帝这个阶段是纪元前，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生啊，被耶稣生以前还叫200年啊。这个时候罗马还没有正式成立一个国家的时候，欧洲那个时候什么叫欧洲啊？那是荒凉野蛮的地区啊，各个民族少数民族在那里乱乱闹啊。所以今天研究历史，你要了解国家，看到未来，把西方历史跟中国历史要对齐这个时代看的。这个是我很严重的一个发现。我常常发现一个世纪100年中间，东半球的人，中国人做了些什么事，西半球也做了些什么事，不会逃出100年。这里出了这么一个人，那边也出了这么，这边出了一个汉朝，那边出了一个罗马，这边这么变乱，那边也这么变乱，全是个一样哦。我常常笑自己，我说抗战的时候，我看到，哎，今天四个人英雄蛮多的啊，日本出了一个英吉东条，侵略中国，还有出了这个墨索里尼啊，这些我们人一路都看过来的啊。墨索里尼，再后到希特勒，再后要丘吉尔，再后这一边有这个蒋介石，这边有毛泽东，还有现在这批英雄们都亡矣啊！现在呢，英雌都没有，还不要说英雄了。这个时代就很奇怪了。啊，这边出来那里人，那边出来些什么人？这边出了什么事？那边做了什么事？啊，我说慈禧太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两个女性当家的啊，韩国是仁宗皇后，这边是慈禧太后，那边是英国是伊丽莎白女王。嚯哟，我说英气鼎盛的时候，统治了世界了这些男人啊，那。哎，后来英气没有了，英气了，出来这些呢，啊，希特勒啊，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墨索里尼啊，我、哦、法西斯啊，什么什么，我闹了几十年。哎，现在好了，做个英雄好了，就让我们这些呢，狗熊都不如，老去了，啊，新的英雄好像没有生，不晓得这个时代，很想看看人物，看不到了。所以我们看历史要这样去看。汉文帝的时候啊，汉文帝活了多少岁啊？我都跟你下面都有啊。汉文帝在多少岁啊？对呀、啊，还没有到，没有人，我们这个年纪轻轻死了。哎，可是汉文帝上台的时候，天下这么平下来，我们中国文化秦始皇诏书以后断层了，不过比现在断的差不多啊。断了以后到汉武帝的时候再恢复，80-90年再恢复。我们推翻满清以后到现在94年，
文化应该慢慢开阔，说说他看，看他这个政治怎么出来。他上台以后，我上面资料都给你，最好要看原文啊。那么这个这种看法，这个我就恢复到从前教书的办法，教原文了啊。第二月啊，在此一百年之间，就是西元，我不愿意称公元，他公他的，我还是很私，我是中国人，我所以叫他西元可以，我已经对他很客气了啊。西元以前140年的前后，汉朝那个时候很乱哦，这个老太太当政倒了一塌糊涂啊。汉武帝统天下这个16年当中，哎，跟现在一样，哎，江青四人帮一样，完全一样。江青是很乱，16年，好，把吕后一打倒，江青一打倒啊，这个鲁邦的江青，好了，鲁邦的儿子给他干的差不多了，都没有了。这大臣们商量，叫谁来做皇帝呢？想到一个人，汉高祖的刘邦的儿子，他的妈妈姓蒲的，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政府的大员蒲一部那个蒲啊，山西人，姓蒲的。姓蒲的呢，这个儿子，这个姓蒲的这位妃子啊，是刘邦的，实际上他是第二嫁。原来的魏王的一个皇后，魏王跟汉高祖统一了以后，就把太太接收了，就封她为伯妃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汉王的刘恒。那么溥妃这个人呢，很了不起，读书人，他念着老子、庄子、道家的思想，一看吕后这个大太太这个样子啊，太可怕了，他就靠边去了，啊。所以呢，刘邦就封他到山西塞外去，关外去，带到儿子刘恒在那里。汉朝政府内乱，等于四人帮内乱，最后没有皇帝，想了半天叫皇帝，哎呀，只有溥妃啊，他教育最好，文化最好，学老子的，主张清正无为，给人家了五经。他的儿子教育得好，请他来。所以汉文帝一来以后也不过20几岁啊，他就不肯来，在山西边境靠蒙古国边上，所以历史叫做守代啊，是那个地方。那他不肯来，来了以后他是听母亲的教育，学道家的，以清正无为治理国家。刚才讲过老子的思想，越持越戒，这个戒同经济学有关了，经济管理了。越不敢为天下先，用这3个原则啊。所以他来啊，第一年就把国家法律改了。这个法律，汉朝的法律用的是陈思宏以来的法律，很严格的，七奴连坐法废掉了，一个人犯罪就判一个人，动他的太太，动他的孩子，动他的家属，没有关系，不可以这样做。他第一条慈悲爱人就出来了啊，年纪轻轻20几岁登位啊。第二条我跟你写，问丞相周勃、陈腾你做什么事。他有这丞相，这两个人捧他上台的，这两个当权派啊。啊，他们有一天问宰相，等于说国家主席啊，问这个国务总理了，周勃，他说今年的这个财政收入多少？周勃说我不知道。现在的人口多少？我不知道。外贸进口货要多少？不知道。这个汉文帝20。看他有时跟汉高祖来一起起来的大将军、大元帅，很不高兴了。什么这不问他副宰相陈平，问陈平，
他是都不知道你是副宰相副总理应该知道。陈炳说你问什么，财政叫财政部长。他说我问那个政口的啊，叫外蒙主任。汉文帝听蛮高兴，他说那你们宰相管什么的？宰相的管一切大小政，由中央去管到政府，各个公务员哪个能不正直，哪个做得不好，然后国家大事在是我们管嘛。啊，这个杀人不杀人，我们公安局去管，这么宰相管的。汉文帝听有道理，你讲得对啊。这是的详细的内容，这个文章很精彩的，我们要给大家写这一条。汉文帝那个时候，你要我吩咐大家看中国历史啊，最好看原文。可是你旁边，像我十几岁念到历史，旁边放一本地图，因为准备出来打天下的，想带兵打仗的。这个地方讲这里，打到这里，打到这里了。这个地方有什么出产什么啊？放历史，现在还跟外国对照。汉文帝出来打天下，汉朝南方长江以南。是什么人？还有个人当皇帝，反对中央的，姓赵的，叫赵头，赵头，啊，称南越王，公开反对中央，因为刘伯的太太做得太坏了，称啊南越王赵汤，湖北人，那个到广东的当皇帝，广东、广西、江西、福建、越南。都是他手里半个中国，北方蒙古，东面包括浙江的东阳以下到温州到福建，都力量都达不到的。汉朝中国统一力量人口大概几千万，你都要注意土地有多少，税有多少，一个多历史，这样搞清楚了叫做读书了啊，不要乱七八糟读书啊。汉高祖上来，你看四面都有敌人啊，他一个年轻上来，内政也不好，上来先把自己一整顿。所以我有一个题目讲，我为了这件事情啊，我出了一个大物，他笑话在那里。我办了个刊物讲老子，我就讲到汉文帝啊，统一江山两封信就搞定了，没有出兵。只写两封信就把中国统一了。我的题目叫统一江山一纸书一封信。我就讲到他写一封信给南越教徒，怎么写你看这个皇帝，这篇文章值得说的，写得不要。第一句话我告诉你，两句话就把教徒打得动不了。朕就是皇帝之臣，我乃高皇帝车师之子也，妻子于旦四个字，妻丢掉了。他说我啊，很谦虚啊，等于说赵伯伯，他的教徒的年龄跟汉高祖来同一个年龄，同一个时代。赵伯伯，我啊，我是，皇帝的鲁邦皇帝的姨太太的小儿子。就给他来这一首，而且妻子一代，我爸爸还不要我，把我丢到山西那个蒙古边上去了。两句话，啊，妻子一代，然后说现在中央政府出来什么什么问题，他们硬要我来做皇帝，我只好做皇帝，你们。他说你的家庭啊，你的祖宗坟墓都在山西湖北，我已经派人给你修得好好的，而且派很多部队把你家里的坟墓房子都保留起来了，你家里的那些亲戚我都把他给这个供养的好好的在那里啊。那听说你们天下最好不要打仗，打仗是没有办法的，打来打去啊，老百姓可怜，死得太多了，就这么一封信。派来一个大使叫陆贾，读书人，
你去吧，把这封信陆家给教头来认识，都给汉高做同事的。陆家一去把这封信给教头一叫，教头打开一看，一身汗，哎呦，刘邦就没有这样一个儿子啊，这太厉害了。嘿，还公然叫我叫我拜拜，还自己说，哎呦，我是爸爸的那个小老婆的一个儿子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你叫拜拜了不起，这下吓到了，这个动不了，马上把皇帝南越王的招牌拿下来，投降了，就回来一封信，哎，同样的很妙的文章，本来请教头。南越王广东这个月赵头啊不得了，也就是现在安南都归他管的，现在的云南广西广东包括云南不差不多一半在内啊，云南贵州福建江西一部分这样啊，你可多威风啊。他这么想，蛮夷大有长，臣赵头投降，自称蛮夷，蛮子里头没有无文化的地方，少数民族的大酋长不敢称皇帝了，这就是政治啊，蛮夷大酋长啊，臣称臣了嘛，马上投降了，赵佗回信给他，他说我不是要当皇帝啊，是你爸爸死了以后，你那个那个大妈妈吕后一塌糊涂要跟我那个反对，所以我看不惯，我自己做起皇帝来，现在你大少爷做皇帝做得那么好，我当然不当皇帝，跟你俩合作一起了，就投过来一封信，这个完了，第二封信写个匈奴，匈奴不是欺负中国人，后来汉武帝打匈奴是应该的，这个时候他就去了一封信给匈奴，也是这个办法，不要打仗，打仗两边人民痛苦啊，我们不要争了。哎，匈奴接到这封信了，也辞别了，也愿意给他讲和了。这就是汉文帝用的什么政治经济的手法，用老子的越吃越戒啊。然后马上我把重要的一条一条跟你讲啊，焦距贤良方正直言之间，下一个命令，任何人提意见提报告，是去叫地方的首长，地方呢有青年知识学问好人品好，马上选举送上来，真正开始选举，地方选举保送上来，我马上用，叫四个条件啊，贤，这个人很贤良，良很好的人，方正是人品说，没有讲博士硕士毕业啊，也没有讲你是海归还是土鳖都不问啊，只要四个字四个方向，贤良方正，还有两个条件，直言讲的话一直的，不要耍手段，直接对我有错误的马上告诉我，叫地方选举报上来，第一两三年，这两年当中上来就哗啦哗啦什么都没有做，就干这个事，然后历史上记载这个愿望，我给你看看啊，等于带你们读故事啊，向美朝，那这个向就是讲汉文帝，那么写历史人公正他上面皇上，每次找人开会以后，那每次朝要到宫殿里去，到会议厅开会的时候，啊，郎从官相说说，郎就是一般师长们，还不是部长啊，啊，副部长以下，师长们当处长们啊，当然是处啊、局啊，啊，这个该级的啊，从官。就下面的公务员有时候碰到皇帝了，上书说当面给他递报告递意见书，
啊，胃上不止的事情呢，马上一看有人站在旁边递信给他，停车，马上叫那皇帝坐的那个车，哎，念，马上停，就受下了。好，什么事？啊，皇上，我有个意见给你。好，拿开。你也不可以用，打开看了以后，这是等于这个意见不行，他把它放在边上不办。你也可以用，意见对了就马上办。下面一句话，胃上不请善，这句话怎么讲啊？啊，他车子过来了啊，我们还叫马志华啊，啊，还叫马宏达站在旁边看到，哎，他就叫侍卫停车，停车。有人拿封信给我，拿来看啊，他一定拿到信，谢谢你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我会看，我会看。对，就在哪里看到呢？你眼中电影，胃上不请善，善就是好的。他对任何人态度，他没有说啊，都讲好的，你拿意见给我，很好，很好，请善啊。这个中间我每一条每一条都是纲要啊，历史都内容啊，都演电影啊。这个中间啊，信相令远安中郎将搬去任夫人的座位，这一段历史很有趣，因为我怕时间来不及，原文就不给你挪下来了。那么你们看了汉武帝有个远安不是被杀的吗？这个故事吗？啊，他中郎将不是军人哦，就侍卫官，官还很小，啊，汉文帝皇帝开宴会，开大宴会，除了皇后以外，他喜欢一个妃子，叫任夫人，那么这个远安子。管宴会的，今天他就把皇后位置跟皇帝排在一起，二夫人的位置把它切掉，没有了。这是皇帝最喜欢的人，啊，那么汉文帝一过来一看，这个皇帝坐在看了半天没有那个位置，非常不高兴。可是他没有当场发脾气，啊，他就把。远洋叫过一旁，为什么不摆他的位置？好像不应该，要国家的体制，家庭的体制，你跟皇后坐在一起可以，他不能坐在旁边，他为什么不可以？这是中国礼记啊，下来古代的古礼记。第二，他说你不要忘记了吕后对待那个戚夫人啊，啊，吕后。汉高祖有一个太太最喜欢的，等到汉高祖死，他把他眼睛弄瞎了，什么放在猪圈里变成不吃人，他说不要养起女人吃醋啊，皇上，哎呀，汉文帝一听谢谢，非常高兴，也同时告诉任夫人，啊，他的意思不排位置是对的，所以任夫人也很好，两个人就马上送这个远安，不给他摆位置，大概送了50万美金。你看，这个多好啊！他这个人做人有这个样子啊。历史呢，有名这个学者叫贾谊，只有20多岁就进去了啊。这几句话，我这很长一篇文章，中间关于经济问题、社会经济，经背本而去，抹在正中。现在的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工商的发展，忘记了文化根本，国民的教育根本没有，啊，而专门下钱看，走到致末的路上，言辞之佛之俗啊，只是一讲，大家太浪费了，太豪华，啊，太浪费，太豪华了，这个不得了，天下财产何得不绝。这个经济有出了大问题，这一段在这个时候提出来，这都是
那么中间有一段，我们看第六页啊，这个哎，时间来得及吗？以江西之为廷尉，廷尉是什么？司法部长，执法的，这最要命了。啊，这个原始原来的原来原文历史，江西之为七郎，小公务员，十年不得调，十年了做了公务员，一点也没有出头啊。他靠远安推荐他，皇帝在见面，一见面就欣赏他。哎，一见到江西之谈了一下，哎呦，有道理，这个年轻的江西之啊，跑来给他皇上给皇帝那个当面报告事情。相约汉皇帝怎么讲，我常常引用的，哎，当年我带部队的时候也带部下常引用的，请卑职无高人。哎，你简单一点讲，明白一点，不要讲高深的修理了，不要说什么什么资本论啊，什么什么大学博士怎么讲，卑职卑职，你简单明白的告诉我，无高人，这个啊无不可以高谈阔论，不要理论太多了，论证科学也，你报告的事情，你提出的办法马上可以做得到的，你再提出来，不要讲那些啰嗦的话，这是汉文的吩咐的啊。那么有一天，因习之能向人为禽兽，孰不能对，楚却的帅夫带队胜西施，这是我摘录那个题目的愿望告诉大家的。有一天啊，汉文帝给他来去到上林，是国家公园啊，那现在来讲的西安的终南山，他到上林到国家公园去问那个园长，你养几头老虎啊，有几只，等于我们这个会计学院院长那里有几个孔雀啊，生了几个蛋了啊，问他，这个公园的院长答不出来，有个过老虎的那个小家伙啊，给皇上一点一点报告啊，汉文帝一听马上要用了，要用这个过老虎的人，江氏就反对不可以，他就为什么这样做啊，啊，他说院长有院长的道理，怎么这一段，哎呦，汉文帝听有道理啊，就马上给他升官了。升官了以后啊，有一天他的太子跟梁王啊，一共梁王也是他统宗的兄弟啊，一起汽车过来了，到中央天安门，到中南海，到了里头还不下车子啊。江世之开到一路，叫马志华呀，开摩托车过来，把他抓住。太子啊，父皇的，说他失礼，犯了规了，要处罚他。这件事情一来呀、啊，很严重了。这么一个小官啊，这个时候还没有做司法部长啊，只做个法官、监察官。啊，他就连太子的事情，父皇帝要干涉，犯了法来处理，搞得汉文帝怎么办？跑去跟妈妈讲，对不起啊，我教儿子教不好，我儿子犯法了，所以司法部要处理他啊。你看这个是汉文帝做人，马上太后。这个婆太后当然是说老子的，说庄子说道家非的，他应该处理啊，啊，就处理了。因此这一步路就把江世之提到最高法院执法的校长，这个部长了。那么下面两段原文给你们讲讲历史，很有趣的啊。像行，读古书要这样读啊，中国字一个字一句话，像行出魏朝，有一天他出行出去走啊，经过渭水西岸桥上，有人从桥下走，称为马征，不负廷尉啊。有一个人，皇帝车子在上面过来，
有啊，这个有一个人啊，骑马过来，下面走过来，把这个马害怕跳起来，黄豆车子打个摇摆翻了，啊，抓住了，啊，就把他交给司法去审判，交给江使者了。江使者一审判了，罚金，啊，大概罚人民币2000块吧。上怒，古书啊只写两个字，白话得写，白话用现代写一定怎么领到马娘，一定这样写，马娘喊马爹，我有个女同学不马娘马爹，我们男人骂他妈的，他说骂他爹的，啊，我说你怎么这样骂？哎，你们都骂他娘的，我当然骂他爹的，啊，我很赞成。假如写白话上怒怎么写？他骂娘了，啊。哎，可是不能这样写，他就这么骂娘骂爹，想弄脾气发脾气了。他说这个人把我车子都弄翻了，你怎么这破判罚金呢？是自愿罚在车子所谓天下公共也，法治人一个法，皇帝犯法老百姓犯法是一样的，经法是法律规定是这样，他无意伤人嘛。你如果要判他重啊，是法不胜于民也，这个法律没有信用了，还要法律干什么？你要我去干一个司法部长干什么呢？啊，下面讲其方即是相识别居之者也。啊，你认为我判轻了，当时你给他视为抓住。一个枪给了就好了嘛，我也没有话讲，你为什么交给我司法审判？一交给司法审判，法是国家定的，你也要守，我也要守，老百姓也要守，司法规定他无意犯罪判罚金了不起了嘛，啊，正义下定，结果你当场不杀，交给我法院判，啊，评为天下之平也，法官哪到天平一样要公平呢？不能够说冲了你皇帝就最重要的，不可以啊！啊，一冲，万一法律一有偏见一歪了，一倒下来，天下用法该为之轻重，民安所处及受助的。他说你如果不根据法律来，叫你这样一办，老百姓不相信有法律了，不晓得怎么做人了，这行吗？江使者年纪轻的给皇上当面顶起来，上谕汉王帝听，听闻部长，你说的对。廷尉年时也，是他的官，那就是古文。如果你演成电影，汉王帝听，部长，你说的完全对，照办就好。可是江使者给他闹了几次，第二次不同了，几后。正要到高茂前御还，殿下等位置，有人偷了汉高祖已经死了嘛，就是汉王的爸爸，那个家庙里的把玉器偷了啊，那么抓住了送到公安部，抓住了送到他那，其实就到哎，江先生杀手，这个人要杀，哦，这一次汉王的大怒。那白话王说不打骂娘，哦，领导不打人，啊，发脾气大骂，他说别人偷了我祖宗，他们把庙里头的东西啊偷了皇帝，我准备杀他全家的，啊，他说你结果啊就搞得那么，非我所供，公庙异业。古代的中法社会对祖宗庙，又就是对于皇帝死了祖宗庙，这个坟墓里都给人家偷了，这个严重的很。好，这一回将使之怎么办？面冠登首饰，古代穿的礼服，马上把礼服帽子拿下来，身上的领章还该系袍子也脱下来，跪在那里跪倒。对不起，他说皇上登首饰，
法律是主演，根据法律这样就可以了。他说现在不过只偷了祖宗庙子的一个鱼环嘛，你就要杀人家全家。如果有个无知识的老百姓把祖宗坟墓旁边挖了一泡泥巴，占着了一尺宽的土地，那你怎么处理啊，皇上？你陛下怎么加以法后？他那么大的脾气，姜世之还是给他顶下来，这包公一样一点都不客气，冲进来我不做你的官嘛，把衣服都脱了跪下来，他说根据法律只能这样判，你不能再过分了。所以有名的陛下到长陵一刨土，陛下回家去法。这个汉文帝，你看看汉文帝最后脾气那么大的脾气，给他一听了有道理，只好去报告妈妈祖宗的问题了。皇太后说可以了，就叫他讲办。所以这里古人有一首诗，而问明主题三次，这个汉高祖说手提三次剑而有天下，也借女们倒一捧一捧，就是一捧这个字啊，你捧捧出来一捧，我们捧你把一捧捧过来，提手旁一个脖子啊，这捏一捧啊，千古无辱骑瘦马，霸陵斜日众回头。汉文帝死了葬在霸陵，这些故事历史故事啊，是后来读书人永远怀念这样一个好的领导，好的皇帝很难，所以千古无辱。读书人啊，就是书呆子啊，豆腐乳臭豆腐乳呀，跟人家看不起的叫腐乳，千古腐乳骑瘦马。每次经过汉文帝的陵墓啊，始终中啊回头看，我怎么能够碰上这样一个好皇帝就好啊？霸陵斜日众回头。哦，到时间他去浪花就是对不起啊，超过时间了。这个问题讲出来好像没有完，先休息吧。